那当然不是全部都。当然不是全部都只有缺点啦，当然不是全部都只有缺点啦，当然也有优点的部分，当然不是全部都是缺点啦，当然不是全部都是缺点，也不是这，那当然不是，那几个问题就是，那几个问题呢，就是目前遇到的问题，那几个问题呢，就是我目前遇到的问题。那不知道，那几个问题呢，就是我目前遇到的，那几个问题就是我目前执行下来已经遇到的问题。那看要怎么解决，但是在解决这些问题之前，我们先把我们的目前的影片先剪完，我们才有办法再继续的免费拍摄下去啊。就再多的免费拍摄，但是我没有储存空间，我们到底要怎么执行呢？对吗？所以我们要先把影片剪完，然后我们再来继续执行。我们先暂……那刚刚讲这些去，那刚刚讲的这些都是我已经遇到的问题。那在……那刚刚讲的这些都是我已经遇到的问题。那……那刚刚这……那刚刚讲的这些都是我已经遇到的问题。那……那刚刚讲的这些都是我已经遇到的问题，那要不要改善呢？我们都先等我的目前的影片都先剪完，我们再说，因为没有储存空间，我们再拍我的。那目前这几个问题都是我目，那刚刚讲的这些问题，那刚刚讲的这些问题都是，那刚刚讲的这些问题，那刚刚讲的这些问题都是我已经遇到的问题。那但是在解决这些问题之前呢，我们先把我的影片，这些专案的影片先把它剪完再说，因为我们再继续拍没有储存空间，我们要怎么拍呢？那当然不是只有问题了，那当然也有一些很棒的东西，就是。那刚刚讲的这些都是我已经遇到的问题，但是在解决这些问题之前呢，我们先把我们的影片，目前的专案影片都先剪完再说，我们才有办法继续的拍摄这些免费的。那刚刚讲的这些问题都是我已经遇到的问题，但是在解决这些问题之前呢，我们先要把我们的最大的问题，就是储存空间的这个问题先解决，我们要先把大部分的影片剪完。再说，因为没有储存空间，我们再拍再多的影片要干什么？没有地方存啊！那不是只有这些问题。